王爷，南浔那边来了一批姿色绝佳的新人。新人，都很年轻。有多年轻？长了十几吗？这么年轻啊！是啊。年轻好啊！好你个龟婆子！这么年轻的拿给我，啊？有没有更年轻？ 有有有有有有有！真有啊！是啊，还真有！多个人帮你，死龟婆！哎呀哎呀！王爷恕罪，王爷恕罪！现在赶紧把这些女孩的卖身契都给我烧了！我如果再听见这个流金房里有这么小的姑娘，我就一把火把你这院子烧了，然后回头一刀剁了你！去把那些女孩给我放了！好，走！王爷，咱们换个点啊！嘿。